做客他乡，用客家话谈到世界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探访爱乡的客家乡亲，记录情感童年的海外做客的故事，讲出用意他乡的客家心、客家情。老人无距离的互动，会带来某个上头的火花呢。这次没有毒吧？大礼拜二，按部就班，乡下天地引来去做客他乡。